大善福冈除了可以享受博多市中心的美食，还可以沿着海岸线在这条新兴而有充满文艺气息的打卡路线，可以看着海景地享受美食和 shopping， 啱晒中意影相的好姐妹和情侣啊。第一站就是这间在沙滩旁边的餐厅，他们除了有新鲜的海鲜当食之外，在这里用餐就可以去玩他们沙滩上面的设施，就好像这个用两棵树做成的千秋，望着一大片海洋真的非常梦幻啊。沿着海岸线行就会去到一些特色小店，很多都是一些本地设计师的工艺品，这里还有很多充满海洋气息的东西买的，喜欢阳光和海滩的你就不要错过了。来到这里可以顺便去楼下这个 Gravity 留影位啦。再向前行就会见到觅岛的地标夫妇岩啦，它是两座在海上面由一条大柱连绳连接着的岩石，前面还有一座白色的鸟居，象征住结缘和夫妇圆满。这里亦是日本的夕阳白选之一，每逢夏天就可以见到夕阳在夫妇岩之间落下的画面，真的非常浪漫啊。喜欢艺术的你来到觅岛就一定会钟情这一间由美国画家 James 开的 Art Space Dover 啦。这里除了可以买到很多很有设计感的杂货之外，每个周末还有由老板亲自教授的画班可以参加。Dover 其实是由一间很大的仓库改建而成，为了环保，他们是采用全天然光照明，一花一草都是自由地生长，虽然是杂草丛生，但是就非常有艺术气息了。最后一站就是沿街滩岸边的 London Bus Cafe， 其实它是由真正的伦敦巴士改装而成的咖啡店，它们最出名就是自家制的蜜岛咖啡和很多不同口味的 gelato。 买了东西就可以上二楼，一边叹着咖啡一边欣赏沿街滩长长的海岸线。提提大家，蜜岛主要的公共交通只有巴士，但是站数和班次都不算好密，所以自驾游就会比较方便了。大家下次去福冈不妨都发掘下博多以外的地方啦。CMHA 的数据漫游多天通行证复活节限时优惠，低至平均每日港币30元，可以在日、韩、星、马泰和新加入的中国内地及澳门和台湾等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任用数据打卡、@like， 复活节去玩就记得申请啦。